我们是要在桥上合照吗？我们先找找那个角度。角度，我们下去。小姐姐，你们拍就行，我这个角度正好，我试验了。我下去，我下去了。好看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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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看的。我想想，我找个就是得把这个桥给拍上，还得把人拍清楚。不是，这边反光吗？还是在那对面那一边？哦，在那边是吗？还是得这边吧，这边，那边，差，哎呦，差不多。哇，还是在这拍吧。水里，小心哦，安全。太卖力了，管家，我要给你好评。哎呀，那你要说我在网上走走啊？你要就是我下去了啊，我下去了。不，都给。摄像大哥，我这个应该怎么好看？你过来给我看看。那从这上来、啊。快，你看这么拍好看吗？我要怎么调？好看，看镜头，学一下，让我先学一下。但现在景不全呀，低一点。不全，太大了。OK 吗？不行，大哥，你别动。哎，你呢？别动，我得。等一下，你的姿势太妖娆了，我的。OK 吗？可以啊，出片。好，这边还有需要拍的吗？可以了吧？可以了，那我走了。好了。我们还没有检查。我们还没有看我们的成片。要不你们先别检查了，我这好像不太。肯定是拍的不太好。一张就行。一张，要是一张也没有。这是你们有型的吗？这是。我的妈！检查吗？可以，随便检查。这个都不行，平好像很远。可以啊，拍的还挺好。有钱还可以，不然我们在这儿再拍一个，行吗？行，可以。我再去找，我再去找角度。我去。哎呦嘿，牛都急了。等一下，这样吧，就是你在下面，我在上面拍，这两个角度都有。行。石头那边也挺好看的，从这个角度往那边。啊，我知道，是这个上面平行一点。你们在那拍也行，我们坐在那儿吧。啊，是不是可以从那个桥墩子底下拍到我俩？对，因为他没有摸到。我可以了。我们这个这边好，我就先拍这边吧。我找个地方下去，我看怎么下去。智胜，你的模特跑了。拍不拍呗？牛跑了是吧？对。你们在这儿，我上去拍。哎呦呦，听摄影师安排。哎，非常美，非常美，意境，讲究就是意境。好，非常好，有了，我觉得有了，可以了，有了，非常好，看来很有信心。有了，放心。有。